那对于比较喜欢下下棋泡泡茶的一个老人家，我们还有新设的所谓的一个休闲社交区，好，这是我们这个区的一个介绍。好了，再来已经很久的了，那感觉啊老旧。那我们新市的共农公园，在三民儿童公园的共农公园非常的成功啊，吸引了很多人潮。那我们为了让市民享受更多的共农公园的乐趣，训练小孩子的五种感觉观能的发展、平衡前景的发展等等，这个就是新市的融合各种不同年龄层的共农公园，是我们新市的公园。我们感谢县长，感谢立法委员，感谢议会，我们协农副议长，还有几个议，我们所有的议员来帮忙，我们促成这样的一笔预算，来改造金马公园，朝向一个新的现代化的共融式公园，希望提供给彰化都会的一个核心的居民有一个好的休闲的，而且可以三代同堂一起来公园享受这样一个新式的公园。真的很感谢里长用心的来参与规划，来争取这样的一个机会。谢谢，谢谢大家，感谢大家。今天三个里长高点咱伫金马公园办一场这个战车退役光荣退役，因为这个战车已经颁布有一些腐朽了，而且摆在公园的利用率也不高，攀爬也蛮危险的，而且很多长辈都在他旁边尿尿。我们大家共同决议让这个战车能够光荣的退役。所以这一天第二团施工顺利，人车平安。第三场造福市民，市运昌隆，历程请各位将金毯置于土地上，谢谢。那么我们是不是一起移驾到舞台的那是非常吸引人。这是亲子游戏区的另外一个模拟就是说还有所谓可能的一个平衡木，然后呢，因为我们会有设置所谓的一个松展树场这时候我们又会有碎石这样的一个铺面，所以说我们使用像这样泡泡茶聊天。那我们在第四区会整理到我们的一个休闲的一个社交区，我们会有很多的座椅，然后跟配套的